大家好，我是翠花，看看今天又来山上了啊，悄无声息，就我们两个人。嗨，有回声啊，哪来的老娘们？留下留下，能不能大点声，有点阳刚之气。万一让人给听见了，人来了咋整？这猫冬也完事儿了，那必须得上山，得干点活啊！现在正是采野菜挣钱的时间，看看，这是我们上山来捡钱啦！哎，我发现了一个菜，不认识，这家是什么菜呀？长得可粗壮了，绿的，你看那吨啥玩意儿？这吨子吧，应该是猴腿，但是它毛真多呀。它绝对不是猴腿儿，它这个东西吧，可能是和那个观众串了。拉倒吧，算了，这种毛太多的不吃。看看这才是猴腿儿，看看我手拿这是猴腿儿，那你看这个家伙这毛，它能是一种东西吗？它不是啊，它肯定不是，要不然它就是秋裤穿多了，冷啊这天。钱钱钱来！你知道我们这嘎达？现在还12斤呢，这不闹笑话呢吗？我这一天我怎么也整出100块钱？你看钱钱钱，就给你捡钱，你来不来？这，那儿，看看这一吨子，哎，1毛钱，不止。这个就是一张一张都是红的，刚才那一张张的都是绿的。百元大钞和50元大钞啊，有区别。那可不，杆的颜色不一样。哎，50元大钞又到手一个。这是50的。这个色的就是100的。这个家伙，看看，这个得是几百元大钞，又绿又红又紫。这个是药材了，这个就不行了啊！这不是吃的，这是灌种，这个是用根儿药，这个、叶儿没人要，不能吃，扔。这堆真是百元大钞的了啊！看看这粗多，这一堆的话1块钱，1块钱装筐里。哎呀妈呀！我终于发现一个好的啊！长得嘎嘎壮啊，真带劲儿啊，就这个你裸一把那才是高兴啊，看看真漂亮。有，不管咋地呀，咱这等于是来捡钱来了啊，是卖呀还自己吃，那心里舒服啊，起码他没花钱买呀，我是不是有点欠揍啊？不管咋地，咱们这是实操型的啊，吃苦耐劳能干。嘿，看看他玩咋样啊，这不都是吗？哎，这就行，别挑肥拣瘦的，一天天的又好与不好的，这不都行吗？你看看，别大钱挣不来，小钱不小挣，最后你都喝西北风是不是吧？你这过日子你得会过。王牌我来巡山，我把宝贝采一筐，今天的酒显得太